下一个。在玻璃工艺旁边，这一排樱花特别的美，因为在那个灯光的作用下。大辣自己家，大辣自己家，对，就来这边，三个吧。公园走出来，这边会到那个河边吧。就要躺到那个动物园的地下室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到金沙干面。